积木角是我们一个常设的角落，所以孩子其实在里面会自由探索。那我们从小班进来的时候年纪很小，我们其实就会提供一些比较安全的材料。小朋友他们像他们手的力道有时候可能还在发育，不是很行。那像我们家小朋友他的手其实比较没有力，那我觉得他透过放积木的时候，还有在他在想要怎么样让他放进去，或是拿那些大积木，他可以用手的力道，然后轻轻的，不要太重。我觉得他在那个过程中，他的手好像也变得比较有力。妹妹背着无敌铁金刚，走到花园来看花，歪歪哭着叫忍者龟，树上小鸟。那到了大班呢，我们会提供比较多的素材，譬如说孩子他们会自己去发想，他们到底想玩什么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玩弹珠台。然后他们就会去解决问题哦，譬如说我的弹珠台呢要怎么溜，那它的轨道是怎么设计，那这些其实都是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哎，你们三个人在围坐在做这个弹珠台哦？对啊。你们想要怎么盖？介绍一下你们的弹珠台想怎么盖？你们想盖几层楼的？十层楼的，不知道的也十楼。斜坡两个基本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所以他在盖第六层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了吗？不要扶，不要扶。成功了！这个问题，他们会去观察，然后他们会去实验，他们会知道说，哎，我的作品哪里是不顺的，他们会去修正。那我们常常都是在团体的讨论中，即便是没有参与在搭建的一些小朋友，他们也会给他们意见，所以其实他们的进步是非常快的。请问你们本来想盖几层？十层。十层。你们觉得他们盖到十层有可能成功吗？盖不上去，因为太高了。盖到这层，你看他有找了一些，可能斜坡也有更小的，积木也有比这个更小的。如果用这个，你猜他的十层都还会顶到天花板吗？不会。不然我电池快没电了。没了。可以靠那边一点吗？投影机器人灯不要开。对，然后你到中间去，因为我会拍到。那他们都很喜欢看那些卡通嘛，其实里面有很多是战斗型的机器人，或者是说他是保卫国家的、保卫人民的那种机器人。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一直打来打去，可是他们也可以保卫什么？那我们在台北，你觉得是不是可以把事件发生在台北，让它的场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？好啊，我们实验看看。那一种就不用一直叠叠叠啦。那我们就用这个改看看，就这样就好啦。请问你们垫两层的意思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一定要垫两层？我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做上去这个。你是说如果用这个宽度，你的弯板很容易会摇晃会倒，所以他才会用宽的底，是吗？那这个高度需要吗？不需要。那如果这样子，这样不是最稳？那我们过不去了。哦，车子过不去，所以一定要垫高。挡路了。那用卡卡普来垫高不就好了吗？你们先在图书角。可以，那我垫五个不就好了？卡普来。垫高啊。两个就好了。卡普来吧。卡普来不就扁啊？卡普拉，
你们的101其他的材料等一下，双子那台就他回来就卡住了，先不要玩，不要随时看不了呀，你们过去了，太棒了！妹妹过得去了，可以的。哎，那也可以啊，过得去了。所以你们喜欢这个设计吗？喜欢。如果喜欢，那其他的要怎么办？所以他们就选了几样，他们觉得很具特色的台北建筑，像关渡大桥啦、101啦，包括最后的总统府，好，他们就搭建了这三大建筑。那因为他们要保卫嘛，所以要有一个坏机器人来破坏，他们就派了一个小白机器人，然后用他们自己的一个闪电战队，总共有九个成员，然后就是一群小朋友在合作，那他们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，然后呢就是遇到了危险，然后他们就要去解救。老师问你不要那么弄啊，方便要哪一面？这面。加长去吧。小河的形状不会是那么正方。东东，用你的人站在车道上哦，这样安全吗？然后桥下应该有一点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分车走的跟人走的地方哦。不管他们在概念上、空间上面啊，甚至是美感上面，那其实他们也更能解决问题。譬如说，他很快的就可以知道我有什么素材可以运用。你看，我如果这样拍，是不是拍到小白？对，有没有小白的咬碎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鲨鱼虎鲸的，这样。花马。这是小白机器人走到总统府的花园里。哦，他自己要出动了，对不对？他用脚踢。然后呢？他用手打。用拳头破坏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这张空白要补什么？弄打。就是墙垮了，咵这样。好，再来呢？张头都在尖叫。张头在尖叫，然后呢？贵宾赶快出来帮我。